所講咧，真係好難嘅。有時你點樣畫個界線？我應唔應該？譬如一個人好無理咁樣要求嘅，要求好多多，咁樣咧就侵犯咗我嘅私隱啊，或者侵犯咗我嘅私人嘅時間啊。三更半夜又打電話嚟啊，早起身定未起身佢又打電話嚟啊，咁你點啊？點奉獻啊？如果你佢唔使瞓覺，有冚賴時間都唔限制，咁我咪搞到我夜晚三更半夜又打電話嚟，咁我咪使瞓啦。我認識一個人咧，佢自己所有嘢都想放嘢，我嚟屋企好有錢嘅，而家90歲啦，而家點？而家唔夠生活咯，因為佢太大方。我幾十年啦，我同佢講啦，你做得唔啱，要幫助人，唔係幫你咁樣幫，唔係幫人。要害人，佢自己唔肯努力咯。佢幫到我，我想要30多個人，係咪好嘅？我話真係需要啊！我嚟睇啊，冇幾個真係需要噶，有兩個需要。嗰度呢個非常接近，所以我了解。我幾深遠同佢講，佢唔聽。我同佢做比喻，話我自己，你知道，我自己去咗三藩市，就我姐姐3個姐妹，我姐姐喺寡婦，做俾自己過咗山。咁3個姐妹冇人照顧噶，經濟方面梗係唔方便啦。初初時我話我要唔要揾翻嘢做嘢，咁能夠幫助佢經濟方面。所以我諗到唔好。因為咁樣嘅話又唔好，為佢哋又唔好，金錢未必幫到佢。你冇錢，但係唔可以承認自己窮，所以自己努力咯。知道自己冇錢，壞事做唔到，因為冇錢。啊，真係咯！我同你講，你睇我嗰陣時有冇問過你俾錢我？佢冇啊。我一個師母攞嚟的，我認為咁樣你唔係幫助佢，係害佢，所以幫助一樣噶啦。你自己都要求天主啊，俾你聖神光照你，點樣係真能夠幫人？幫到就幫，幫唔到唔幫。同時咧，我哋唔可以過分咧。譬如話喺三藩市嗰個。幫助個神父，佢成立咗嗰、那個大名路，幫助人嘅媒路，每人同我哋食餐。佢嘅標語係 ：No question asked, no sermon preached. You come, we feed you。啊，我哋唔同你講到，唔問你任何問題，你來俾個餐你。你冇錢來食餐，有錢俾啲我哋，好簡單。他的口語是啊，你來了，我們給你飯吃，不問問題，不給你宣傳天主教的道理。你來了，你餓你吃，有沒錢白吃，有錢給我們一點，就這樣。已經好多年了，好多年了。喺啲三藩啲好出名噶啦，喺St. Anthony's Dining Room 人都知道噶，但係有人反對，因為好多人都係嗰啲唔需要噶，其實我自己喺嗰度做嘅義工，我睇到多數人係需要噶，你對佢好，佢知道你對佢好，嗰個區好污糟邋遢噶，不過咧嗰啲神父好恭敬噶。我話街道咁走，大家都係好歡迎我噶，即係嗰條街。其他嗰啲有好多唔敢去個區噃，個區那一區，很多人都不敢去啊，遊客都不敢去啊。但是他們在那裡就很好。我在那裡做過義工，我去街上走，他們當然不會認識我，因為我很少做義工。如果穿什麼衣服，他們都很尊敬我。街上的人都很尊敬我，因为
爱要给出去了，啊，他能做多少做多少，不能够伤害我的身体。第一，我们不要随便就乱帮助人；第二，不要伤害自己。天主给了我们的身体，叫我们自己保护，也是一种祈祷。去去别过三台，有没得几个保姆几个三台？如果你破坏自己健康，还没感恩，感恩天主俾我个身体，天主俾个病，我谂会接受病。但系如果自己唔小心啊，就系食烟啦、饮酒啦、做嗰啲赌钱啦，都系都系唔应该嘅事情。啊，唔单止浪费钱啊，就浪费自己健康，系罪过。爱人如己，你唔爱自己，点爱人啊你？系咪？所以啦，呢啲事情好复杂的，真的没有问题啦，冇问题啦。有一次呢，我哋喺松原度接访嘅时候，我就问个问题，我话点解今日我冇问题？因为我觉得。我不问问题了，因为我没有完全明白你讲的道理。即是里面很多事情很难讲，很难了解的。我教授都同意我。我就有一次上课上哲学的时候，我就问教授，为什么今天我没有问题？是不是我没有懂你讲的？他也同意我，说对。可你完全不懂的话，当然不能问问题。你怎么问呢？不着边儿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都还没问题了，那我都要问题了。好了吧？好戏好演了吧？好，多谢各位吧。好。你俾面主教啊，冇問題啊！你有問題先至因，即係或者想主教所講嘅嘢啦。不過有問題，而家係八點半啫。多到唔知點問。多到唔知點問，哦，有問題好，呢個留心嘅地方。我有兩個問題。就係唔知點問啊！我知啊，係呢位。你唔知點樣問係好普通嘅事情。係好普通，好普通。有時真係唔知點樣問先得，用呢個得啊，唔使我哋換佢啦，我哋換個麻煩，係嘛？有，而家有啦，咪有，有冇分咗？係咪？分咗未？呢邊開咗未？開咗，好啊。好啊。咩事？我想請問主教，而家呢位世界上好多人咧。他本身是天主教的，因为生活之中经过一个大的挫折，他就会离开教会，甚至转了第二支教的，因为他好像对天主失了望，甚至不回教堂。我们教友用什么方法可以讲服他回到教堂呢？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成日祈祷成日，天主不睬我不骚我的，没事实现到的，我是不是白痴呢？我祈祷是不是？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鼓励我们自己做个热忱去祈祷？希望主教可以解，即是帮下我们。啊，帮不帮不到啦，但是可以留下。正啊，小 Monica，我给自己仔祈祷几耐啊？28年，收尾啊，佢回头啦，而且系我哋教会好大嘅圣人添，是佛师弟，系咪？28年，所以咧，我哋若
又引有引来一切交给天主，天主的旨意行在人间，不是我旨意。我祈祷啦，我啦其他，我尽量啦，其他结果怎样啦，就天主里边定。我哋可以种救水，但系咧就种啲生长系天主。我哋唔同勉强，唔同我话，我哋祈祷保佑，咪开始讨论咗啦嘛，系咪？系咪祈祷？你天主仲要俾，你唔要求都俾，你天主唔仲要俾，要求都冇用。不是咁講嘅，我哋自己用自己力量，做咗自己力量啦。祈禱以外咧，用好表揚啊。有時我見到人都係咁樣，我雖然唔講話，但係佢知道我點樣諗，佢知我唔同意，我決定唔妥協，妥協。但係同時咧，你知道做唔到，心表好難過噶。如果唔係咧，求一樣得一樣，求一樣太好啦，係咪？咁天主要俾多啲想法啦，將來冇得想噶啦。天主話：呢世界有此後，已經得到你嘅想法啦。你現而家唔使啦，唔更加俾。所以咧，我要求天主，求天主之後得唔到啦，交俾天主手裏。天堂上咧，天主同我哋講：邊個啱，邊個唔啱。所以就是這樣，我們祈禱的時候看。我们年轻的人，被别人拉去进了别的教，因为那里给他们生活更好，我怎么办？祈祷好像天主也不理我，那慢慢怎么办？我的回答是：圣摩尼迦为自己儿子祈祷了28年，最后呢，还是得到自己圣摩尼迦自己满足了。如果圣摩尼迦在死以前孩子还没有同意回头，那么圣摩尼迦也是要尽量去做，到天堂以后再见，是这样。我在世上看不到你回头了，但天堂上我还继续给你祈祷，哎，不要放弃，因为要求一样得一样，求一样得一样，那你太舒服了。将来你过世的时候，耶稣跟你说，你在世上已经受到了你的赏报，那不更糟糕了？不要耶稣跟我们说那句话，是吧？我们实际上，你看，你求得到了，为你是个赏报，不单为你被求的人是个赏报，你不要要求太多，但是也不要放弃。需要你们不要放弃啊！我谂除咗祈祷嘅主题之外，我谂其他啲问题都可以噶啦，而家。都可以的，不都可以。你问可以问，答你可以问题，你可以问可以唔答。主教，咁样样，而家咧，头先你讲话声咁大嘅，头先你讲话耶稣嗰个祈祷咧喺山原上祈祷好简单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呢，譬如有很多那些什么土文啊，什么圣心土文啊，圣母土文啊，那些这样很长的，那究竟两方面你喜欢哪样啊？这个刚才他都讲过一些了，就是说身斗物上是最好的最高超的，但是呢就是最难的，口祷呢比较易的，大家一起祈祷都更加易。人呢不是天神，我有肉身，如果没有肉身绑着我们就方便了，跟天主交通不是那么费事，你不用讲话，不用讲话。我们说，哇，我们讲话天主听到了，
系咪真啊？天主有冇儿仔啊？我喺边度啊？都麻烦啦，佢哋要望眼啊，放喺边度啊？佢哋有没有耳朵？佢哋有没有眼睛？放在哪里啊？他没有身体啊。耶稣有啊，耶稣是有，但是天主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人不是天神，我们需要肉身方面去祈祷，或者虽有你的精神方面祈祷祈祷，三样祈祷，这是精神方面的了。但是我有肉身拉着我的，你的不也好了没有？所以两方面都需要啊，所以两方面都需要口祷，念这个祷文了那么长啊，但是这帮助我们很多。因为人不是天神，我们有肉身。天神没有肉身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天神，所以也需要肉身帮助我们祈祷。要只用思想来祈祷的话呢，天神做得到，天神没有办法用口祷，因为他没有嘴。我们教会呢很多那些祷文啊，又说这个祷文呢就有逢亲祈祷呢，好像今天大圣日式那个祷文啊，很古老的。那么呢说这个祷文呢就从来说没有人用这个祈祷呢是不得到实效的。那么关于这些这样的传说就是教导，如果譬如有时如果不用这个祷文，如果圣日式会不会答应我，如果用我自己的心祈祷不用这个祷文？会会会的。这个我就是这个祈祷帮助我的祈祷啊，如果我们不需要帮助自己身体祈祷那么好啊，我们祈祷祈祷呢用人的办法是帮助我们祈祷，如果我们不需要帮助就可以祈祷那更好了。你不需要我来讲你自己就会祈祷那更好，我也省事了。但是我们需要彼此帮助，虽有彼此帮助，虽有因为我的系统给的不太严不太清散，时常都记得我们是人不是天神，有肉身，有肉身来恭敬天主，不是说不要肉身，肉身也要恭敬天主。我们跪下啊，除非你有什么啊病症跪不下就没有办法啊。有的时候有人呢跪下起不来，这不是大家还来扶他，这更不好，所以不要跪了。这样不如我问得唔得？我啊，帮主噶嗱，咁你喺美国上嚟啦，我想你介绍一下美国而家天主教嗰个情况，因为我观察到咧，譬如好似你先头开始嗰阵提过啦，共和党嗰个佢摩门教嗰啲啦，咁而家摩门教其实其他基督宗教喺美国个现象咧，点讲系咪影响紧天主教嗰个发展？梗系有啦。梗係有影響，不過呢我哋自己第一，我哋奉心，耶穌應承咗，佢唔會放棄我哋，佢唔會噶。困難俾我哋係時常有困難，時常有救難。耶穌自己有幾多人反對佢啫嘛？係佢升咗天之後，幾多人反對咁十幾個鐘頭啫嘛？但係呢始終是不会是一定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不用怕。如果你读天主教历史，你看看现在的世界从以前没被打分别，由第一世界到现在时常有困难的，有时好一点，有时就不好，有时就这样来来回回，所以整个历史读过来
你觉得现在方面特别天主教时常会受到迫害，时常的，耶稣本身就受到迫害，他的宗徒们受到迫害，现在呢当然也要受到迫害，如果不会受到迫害的话呢，那就到天堂上了，不会有。但是我们要信德告诉我们，耶稣跟我们在一起，你知道世界穷尽，这是为我们很要紧的。同时我们把整个天主教的历史看一看，2000年上上下下都有，以现在的这个时局来比，说句实话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有的时候比现在还糟，有的时候比现在好，所以我们是就是普普通通啊，就是这样。主教有个问题，既然我哋真系咁好彩，每次祈祷都得到恩赐，咁久而久之自己会走咗去一个好似迷信咗嘅境界，我点样避免到呢样嘢？哇，好有系呢个真系好，嗰啲祈祷中间啊，我尽量避免迷信啊，迷信真系有冇问题，我哋教会里边都有，但系我哋系我哋要避免，我哋要好好学习。天主教道理，真实道理，我哋知道。譬如话，有好多事情可以信，可以唔信，或者信咗道理，咁你可以自己相信唔相信？譬如话 Medjugorje， 你可以相信，可以唔相信？天主教会仲未决定，好多事系咁样噶。你迷信都系有噶，譬如话幽冥圣水啦。都未信咗有，系咪有噶？啊！但系我哋自己要留意，圣水就系因为天主嘅计划，由我哋每一次你点圣水纪念自己，领洗耶稣洗净我哋嘅罪过，唔悔改自己罪过咁样。如果就系话依家我头咁啊，嗰啲十字架头上咧，呢个迷信嚟噶。如果你要喺度祈祷啊，我要纯粹希望天主减少我嘅痛苦，咁又唔同啦，系咪？唔系信呢个去医好我头，但系我信用呢个办法咧，天主俾我力量支持我，能够勇敢接受头痛。我头痛啦，有人用圣水往头上洒一洒圣水，以为这我头可以不痛了。这个是迷信，但是你如果说我撒点圣水，我知道我用天主求天主给我力量，能够帮助我克服我现在的痛苦，这个不是迷信。虽然我还头还是一样的痛，但是现在我有勇气了，可以接受这个疼痛，如同耶稣先祈祷以后，他虽然疼痛，我不相信这不疼痛，我不相信不觉得不疼痛。疼痛不会减少，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他已经放心了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有时候因为我们紧张啊，所以更加疼痛了。有没有牙医里边？没有牙医啊？牙医有吗？牙医啊？如果有了，我都不敢讲了。几多人中意牙医噶？你如果去牙医咧，啲防霜会好好多。你不过，既然你也得紧张了，因为看牙医的时候，自己就紧张起来了。你越紧张嘛，你肉已经紧了，所以更痛。哎，打针可以算，打针可以有，因为打针你紧张嘛。你有个梗了嘛，所以更加痛。你打针的时候你放松嘛，肉松了以后呢，就不见那么痛了，因为紧张的当然越痛，心理上没有关系啊。